在是2021年2月的中旬，然后呢，经过有一家人的门口，看到他们的鞭炮花非常的美丽，所以就帮他们偷偷的拍摄下来。这是鞭炮花，一年只有开一次，而且这是春节的时候才有，好美哦，近照。看，这是近照的样子。哇，爬到电线杆上面了，非常的美丽。好，拍到这里，拜拜。